现在让念僧是165页，165页正讲到四大无理自在，这个无字的作用，也就是我们水身体这个四大与自性的这个关系。上次讲到地火地大火大，现在再说明一个水大，那么就是165页最后一行，呢水性不定，流徙无痕，与十罗城迦毗罗些、坎迦罗些及婆陀摩婆萨多等居大幻师求太阴经，用火缓药使居士等于白月就手持方居，方居是一个汉武的宝物就是水晶头一类的，平月中水，就是这一段。那么中间提到这个水性不定，水性不定它是流徙无痕，这个流水是无痕，就是无常。我们眼睛里头看到河流，看到海洋，永远是这个流水。实际上这个流水它是无常的，流过了就没有，那个水流过去了就没有，后面不断的挤出来，是一个波浪接一个波浪，细的讲一个水分子接一个水分子，这样连起来，表面看到现象盖有水，水的自身最后干了就是没有。他说比喻成印度这四大幻师，四大幻师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都在世的，所谓属于外道，修外道，心外求法，那是外道。佛法讲外道，意思是不明心见性，下心外去求法。这四大论师的名字，等他的意义，我们本书的后面就在都有了，不需要再介绍。那么这个住宅就是后面多少页儿童170页，那边就有这个住宅了。我们不再是每一个名字与人，是为大幻师、大魔术师，可以变成水来，一个空的东西可以把它变成水来。世界上的魔术所以有许多外道借用的神通，多半是用药，多半靠无指变的，只是大家不知道。那就是说把火放在这里不会烧到嘴，不会烧到舌头，也是有药的乃至隐身身体上涂上某一种药也是看不见的，但是很难找。所以这一类就是大幻师，大幻师现在的名称大魔术师。那么现在讲他们空罐子里会变出水来，空的地方，那么佛的说明求太阴经，太阴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紫光太阳，月亮叫太阴，用火换药，用火换药
这是我们道家也用的，所谓采取日精月华，那么太阳的精啊，太阴的这个精华。当然道家想修炼采取日精月华也很难办，太阳的精神只有阴历的初一初二初三三天可以用，就他不能用。假如三天碰到阴雨下雨什么也没有了啊，这是三天。太阴就是每个月阴历的十五啊，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可以用，其他不能用。采月亮的，所以采日月的精华这一类的修持方法，采这些魔术师求这个月亮的精华配中药啊，那么他们实际施政，这些魔术师们以日月啊，以白月咒，佛说讲白月就上半个月，月亮圆的时候是十四啊，十五十六，这个咒不是白天，是月亮，而且在这三天月亮这个当顶的时候，那么亥子时之间在采炼，数字方知。方就是一个圆球啊，也是一个珠宝啊。那么在东方有时候呢，用很好的海本的珠，真的珍珠，要海本的珍珠，对着月亮一照，要把这个焦点集中好。那么这个珠放在一个盆子，慢慢旁边的水就满出来了。所以他说，换句话，这种魔术啊，不是魔术，而是物理的作用。那么他说，辰水月出方珠是个名字啊，等于叫珠宝。那我们现在珍珠这一流，不过它是个矿物质的啊。辰水中月，它接到水里头，给水的月亮的小姐一叫，这个旁边就出水了。还有此水外婆从珠中出，空中自有为从月来。而他就问阿难，这个魔术师玩的这个水把它引出来，他你说从这个宝珠里头流出水吗？还是虚空里头空中掉下来呢？还是真正从月亮里头一直把这个水流到月亮？那么佛没有要阿难答复，自己答复。阿难若从月来，则能远方令居出手，所见灵木该应土流，留在何在方居所出，不留了明水之中月相。他是假设啊，假定你认为这个水是因为月亮里头来啊，月球里头来，那么月球里头有水流出来，水应该流过了这个虚空，而且流过了我们大地上所有的山顶乃至树林上面都出水了，树根林木，它是经过的树林各种树木该用土流，应该像人的嘴巴一样，经过月亮一照，树木自己都吐出来水了，留在活在方居所出。假设月亮有这个功能，何必要人类拿着这个珠宝去引这个水呢啊？所以树木假设给月亮一照能够流水的话，我们就不需要怕天干了不下雨，没有关系了，这月亮出来就行了。水能够从月亮流进来的，流到这个地面上，
留在何代，何必等待方知所出，等到这个宝珠一照，谁有谁呢？这是有一第一点。第二点，不留明水配方月下，哎，事实上月亮出来摔了山林里头，树上没有水吐出来啊，它可解不是从月亮里头来的，不留啊，这个推风命水推风月相，就明白了，这个水并不是从月亮里头来，这种诸求，这是诸众长应流水，何待今宵前白月柱。他说假如说这个宝珠里头自己有流出水的功能，这次之中常用流水，那么这个宝珠放在家里应该常常出水了，放在那个地方就会潮湿了。或在中宵请白夜宿，那么何必等到半夜近半夜啊，还是子时时间十二点这个时间啊，对照这个月亮一照啊，白月昼就是没有黑云的，月亮当顶的时候一照，也有水出来。各种空生，空生无别，水当无际，同人四天该同偷一。他假设这个水性是虚空中本来有的，所谓虚空是无量无边的，大得很，空性无边。那么空中有水的话，水当无际，那这个水也是无量无边，我们人就变成鱼了，没得这个通通变成鱼了。他说水当无际，从人世界，从人类一直到天顶，再从滔溺，就是洪水滔滔都把我们淹死了。但事实在虚空没有水，银河所有水入空心啊，他说那么这个样子人就泡在水里头，哪里还可能有陆地，还有海洋水面，还有空中飞的经过都是水了。所以更地观，还有你自己观察，月容天极，诸应九池请居水盘，本人出现水从何方流聚于此。那你仔细观察研究，月亮在天顶上，这个光芒是向面天顶上照下来，诸应手持，这个宝珠是人手里拿到的，那么接到，因为这个珠跟月亮一对照，交接上流水，弄个盘子，那个叫晴水盘，像我们中国古代啊，道家的方式，各位说丹道的整学啊，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跟秦始皇一样，都喜欢当了皇帝就想不死啊，那么这些修道家这种天法有一种丹药，但是要天入才能够获这种药，天入半空中露水。所以汉武帝在这个西安建筑了一个高台高塔，叫做晴露塔，上面有个盘叫晴露盘，拜月了，请那个露水，接下来做药。那当然后来可惜啊，这些都每一代战争都把它毁了，不毁了我们历史上现在观光发达，不晓得有多少钱好一赚，好看的东西太多了啊！成珠水团像这个成露团一样，本人出现，本来是有一人假做的人造的，本人出现不要做错了啊！不是说我这个本人搞的啊，本来是人，大家想办法。这次他说：“你看这个水。”从何方流出，究竟从哪里来？
月珠相悦，之后之后不应睡真无从使用，月亮在天上啊，这个引发了水性的这颗珠宝在人的手里，月亮在这个珠宝距离太远，现在要太空梭到了月亮还要很久的时间，何况月亮的水怎么会到天呢？所以它两个不是现在的结合，物理自然功能的作用。这个自然功能在哪里呢？举上不知，如来藏中，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是的，就是这几句话，反复千万要记住啊！诸位要修行用功，将这说的道理、口说的道理说在前面。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源，究竟发展，随众心生运所思量，它是真正的形而上道。这个是水性自空，从念头养动经量四个，它本体最初的第一念自然是空的，是水性真空，性空缘起，因为性空所以发生缘起的作用。那么在中观唯识就叫做性空缘起，不是中观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那在唯识依他而起，那么楞严经换一个名称，性水真空，性空真水，在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不是承认地水火风物理世界一切都是存在，但是有空其有，有有还是归空，这个自性本体空的，所以水的作用也是这样。那么下面我们二十五愿从讲到的时候，每一个修行方法，譬如说下面就要修水大观的，去修百骨观的，修到最后就要修水大观。水大观的人，不是过去有一个比丘尼，有个尼姑啊，修水观成就，打起坐来做水观，这个徒弟一看这个房子的经过都是什么人啊，徒弟来叫他吃饭，看到一个人都没有，通通是水。师傅到哪里去，房间都没有水呢啊，长满了水，而且水也不流出来啊，不流出门外，徒弟好玩就拿个瓦片就封一丢，哎，整个水咕咚一声，徒弟就走开了，因为师傅出去了。等到师傅一确定了以后，这个地方痛，那他就把这个徒弟叫来，他说你刚在我入定的时候你要来做什么，说来我来叫你吃饭，你看到什么？不过看没有看到你放开都是水。说你做了什么事啊？嗯，我想假的真的，我就拿块瓦片丢一下。看丢了怎么样？那水也响啊，咚咚。糟糕，怪不得我这里发痛。他说好了，我要不吃饭再入定。他说你，我在做水怪，你不懂。我在你看到水的时候，想办法把这个瓦片解出来。啊，然后呢，这个头就晓得了，把瓦片一转了，他再一确定还是他就不痛了哈。啊，这个就是所谓水怪，也就是说，心能转物，是清净本来修遍法界。将来讲到水观这个修法再详细讲。所以水性等等也是随众生的心量运所资量。下面还有一处即自出，一处水出，变灭不同，
有一个人动念，专门念着水，他家拿这个酒保做试验，这个地方流出水来，我们没有做试验就没有。骗发在实，骗发在身，全世界人都做这个流水的试验，就统统充满了全世界的水分，深满世界，宁有方所。所以他说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四大海洋比我们陆地上的生命还多。陆地上有的东西海底里头都有，有海人，有海马，有海狗啊，还有都有树，也有花，也有草，什么都有。那陆地生命，我们经过的地球差不多就是啊六峰的海洋，啊三峰的这个高山，一峰的土地平地，人类这个大陆平地没有多少，人类用海洋占多数，海洋里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海洋里头有分很多层的覆盖，上面层，在下面分很多层，是深海的生物，那些生命是根本不会到中层的水面上来，上层分不来，都很庞大，而且深海里都是黑的，不是有这个亮光，它们本身在变的，都化成亮啊。所以六道轮回这个世界不在另外他方世界，都在这个世界。那么这个海洋里头的众生，它的共业不同，是深满世界，这个水性应有方所，它本体的功能无量无边无际，总念发现这个里头的两种念，一个人修持的就是业念，全体的就是共念啊，是共念业念，上次我们提到过。因此佛的结论，世间物质何为因缘与自然性，该是死行分别自度，都是自己的妄想在苦气，但要念说都无是你有这些理论，没有真实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我想地水火风四大是不是跳过去一个一个来，都是重复的原文的意义差不多啊，这样比较节省一些时间好不好？诸位没有反对啊，没有反对就算同意啊，哎，这个啊，那么我们就翻过来啊，将这个虚空的空，就是翻页，就跳一个啊。刚才讲了水大、空大，翻过空大也翻了。那么我们另外要翻很多页了，好几页啊。地水火风空的五大，把这个五大的跳过去了，我们找182页右手边182页楞严经，我们普通佛说讲四大地水火风，那么再进一步讲五大地水火风空，五大楞严经讲到七大，下面两大精神方面啊，精神与生命身体之间的与生命，一个是见觉，就诸大诸圣感觉知觉这个作用，我们现在活到有知觉有感觉，一个是识啊，说地水风空觉识感觉啊，这个是七大啊。那么现在我们讨论觉的，就是我们现在活到有思想有感觉有知识这个作用，
这个是第六大，这一大类啊。那么以现在我们的一手知道人类的思想，过去讲心了，现在考脑子了，都是神经的反应了，精神的作用了。以今天我们现代到现在为止，多半这个科学的进步，基本上是西洋文化的，由研究物理的作用，基本的理想来的。之所以西方文化跟东方文化基本上不同，西方文化基本来的都是从五方面来，也可以说最后回到唯物最初的成分比较多比较重。东方所有的文化是偏重于唯心的啊，偏重于精神比较多比较重。那么现在佛所讲的借问所知啊，这个作用啊，不是形而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活着，以西方现在生理学所讲的脑神经反应感觉知觉能够思想的这个作用，在讨论这个啊，这个就是知道。要明白的这个道理，并不是说从明心见性那个本觉思觉这个觉字在一起，都这个字。所以我们中国的佛学有梵文、梵音、中文考验在这里，就是隋唐之间中国文字很多字啊是借用字，因为我们文字里头一个中国字方块字有六种用意义啊，所以借用在过去六书叫做转注，转注转动的转，注载的注啊，转注啊，有三点水就行了，转注啊，也就是年旁这个注，是一个老字啊，我们查查古代的字典，人老啊，老考字，考试的考，考在老爷，老在考爷，都转来转去啊。那么有些是借用，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在于佛学呢，心有些佛经呢，每一段讲的是那个妄想，反复心理作用。啊，有时候这个心是代表形而上分体，可都用这个心的，你就搞不清楚了。这个觉字也是一样啊，菩提在梵文叫菩提，我们翻成哲文中文就是觉也。佛陀是阿弥陀佛，佛陀佛陀觉也，都是这个觉。那为什么古代又不肯用这个觉字呢？那么如果用觉字，我们南无阿弥陀觉就不好了，念得不对了啊，没有意义。南无阿弥陀佛这一佛啊，佛得非常好啊，这佛是佛陀的梵音啊，佛陀的梵音。那么我们现在的外文的梵音不大，那是后世的南印度的梵文的音转音的啊，古代就是佛陀，跟我们的北印度那个时候是上古的梵文的音。五音印度分五个方，南印度、北印度、东印度、西印度、中印度，大体上分方言不同，读音也不同，所以这梵文也非常困难的。而且古代梵文、现代梵文、地区梵文不同，到了中国的发音又不同了，又变了。因为大家学的口音，但是我们学英文一样的，有些台湾发音的英文，日本人讲英文啊，日本音的啊，英国人讲的东英国人有两样的，哎，都这样的变了很多。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所以这个
瘸子啊，走到就要注意了。这个嘴不是讲大彻大悟的嘴，因此我们在华严宗里头，大彻大悟把瘸子啊分成两半截，本觉，我们大家都是一切众生都是佛，本来应该成佛的，可现在没了，变成凡夫，没有见性。那么见什么生？见性见到什么呢？见到我本来我本有的那一个悟到了，就成佛了，叫本觉。可今天我开悟了，刚刚悟到我那个本有的呢，今天这个叫实觉，刚刚觉到了，是本觉实觉，即是一个觉。比如说这个小钟是我的啊，本钟我忘了，找了半天我的钟在哪里，刚刚找到刚刚找到失钟，这个失钟是什么钟啊？就是我的本钟，是本觉失觉，就是这个道理。那个是讲这个见性成佛的道理。现在这个见闻觉知开始讲感觉知觉的状态，第二页就是楞严经第二层一，我们看原文，原文182页，佛说阿难，见觉五知因。看你现在在祈祷呢，就在这个公园或者这个大花园这个讲堂里头，照明十分，我们这个讲堂这个公园白天就亮光明了，起到晚上黄昏了黑了，我们要在大概客家话广东话还有像我们家乡话，晚上不叫晚上的，叫黄昏啊，就是常在的意思啊，晚上就黑了啊，照明时空。他说这是中宵，中宵是什么？半夜，半夜刚刚半夜12点啊，就是中宵，宵这个宵啊，在我们夜里去吃东西叫宵夜，就夜里吃东西啊，就这个宵啊，这是中宵。哎，白月在光，上半个月叫白月，有月亮。那我们看到这个夜里还是有亮光。那这个黑月变暗，下半个月没有月亮。那么我们半夜走路也是看到很黑的。那么他是女子。他拿现实来给阿难来讲，平常我们在这个旁开就这样，这明暗灯阴界分析好了，他我们能够白天看到光明，晚上看到黑暗，因为我们有个眼睛能够看见，有脑神经视觉神经的反应，视觉神经的反应，那有眼睛在看见有光明黑暗，一个瞎子的话，白天也是夜里的，夜里也是夜里，他永远看到是夜里。但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屋里是该光明与黑暗，阴界分析这四个字，因为我们能够看见，有眼睛能够看见。所以分析的很清楚，就是白天就是夜里，就是红的就是白的。此间外婆余令暗相顿太虚空为同一体，为非一体。这是释迦牟尼佛在问话，问阿难，但呢他没有要他答复，他自己答复，是假定的问话，假设的，就是他的教育法的一种。他说阿难，假说啊，我问你，此界为我于明暗相，看我们这个人眼睛能够看见东西，知道是白的黑的长的短的，这个见性能
作用，你说这光明黑暗像这个现象并态虚空，以及无理是在这个虚空为同一体，是一个功能吗？为第一体还是不是一个功能呢？他假设问阿难，是一体的呢还是不一体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看东西，这个精神的作用，在白天的光明，在夜里的黑暗，乃至我们前面这个虚空，这几个作用是不是同一个体还是不同体？四个样东西中有三样作用，我们拿佛说来，所以说来分析体相用啊，是水，水是体，水的体，水还不是真体啊、哦、我们拿假定说水做体，它的相呢，水泡成茶，它的相啊是茶，泡成红茶，红色的，泡成绿茶，绿色，做成酒呢，那是酒的颜色不同啊，做成冰冻啊，就是冻成果也是水做的，做成冰激凌啊，它又不同，相不同，相不同，用也不同，体这个都是水做的啊。所以宇宙万事万有都有它的体，有它的相，有它的用，体相用。那体相用是三位一体哦。所以其实我常常说，哎，有些讲基督教啊、天主教朋友，你们讲上帝呀、啊，哎，三位一体没有错啊，不过跟你们讲错了而已。哎，宇宙的真理就是一个，没有两个。跟你一讲呢，上帝他跟机器一样，又凶啊，又讨厌人，信你的都得救，不信你都不得救。这个像就是爱哄包的嘛，很小气嘛。那菩萨呢，信我的得救，不信我的更要救啊，信我的可爱，不信我的更可怜，更应该爱他。拿你这个上帝就不是机器了，就对了，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什么相机啊，什么主啊，我啊，不是的，都是体相用。佛法也是，是法身、报身、化身。法身就是体，哎，报身就是相。千百万亿化身就是用，万物有它的体相用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体搞清楚，那么。现在佛呢问阿难一个问题，我们能见看到东西这个精神，懂光明，懂黑暗，懂这个虚空，还是同一体还是不同一体？他是问话，不要阿难答佛的，自己答佛。他说这个何同非同，何异非异，还没有叫阿难答。或者你认为同，同中又不同，体是同的，但是又有不同的。其实我们都是人，在逻辑上，我们满堂都是人，不错。哎，我是老人，你是年轻人，同中又不同。哎，我是男人，他是女人，啊，这也不同。哎，我们都是男人也是女人，哎，可是他是光头的男人，那个是光头的女人，他一个叫法师，一个叫比丘，又不同，说同中又不同，那说不同是一种可以可以，可是假定假设你认为不同里头又更不同，相同里头有小不同，那你认为怎么样？这都是佛给阿难假设的问答题，不过他没有联考，不叫他做答案，放生大家不要联考的啊。阿难，世界若佛于命于暗，即虚空缘一体者，真命与暗二体相忘，暗是无命啊，明是无暗。
所以按一命得健忘，必与命按时当灭，灭则应我见命见暗。这一段你看，我们刚看自己的中国的古代文字，现在大家因为说白话文说成哦，这是古文啊，笑话。我们小的时候看的就是白话，因为受这种教育出身的嘛，懂了中国字这个白话，不过这个白话写得很好，简陋。假设翻成白话呢，下面我把它翻成白话了，翻了好啰嗦，现在我不敢看我翻的东西，如果要我看的话，这本书我要花很多的钱，所有周围买的我200的钱都把它收回，经过的烧掉，因为不想看，看的很讨厌，又觉得没有翻出那个味道来。中国人他本身有味道，你看他简单这个字的左后遇到别你翻身在花问啊就不行了。这是我的妈妈，妈妈多好，你说妈妈是女人变得一点没有味道了啊，这就不好了，总之是一个翻法。所以啊，中国文字的道理这样啊。现在我们看了佛说的啊，他问了这个假谢阿难，世界如何于明于暗与虚空约一体的。注意啊，他阿难，你如果认为我们这个人能够看见东西这个作用，这个见的作用，假设从光明白天看到光明，夜里看到的黑暗，求佛还要从这个光明与黑暗给予虚空以及物理世界这个虚空愿意体的，你就不认为原来是同体的一个体的，这能与暗二体相忘了。他你要注意啊，光明和黑暗两种个体的话分别两种体，二体相忘，那也没有光明的体了，也没有黑暗的体了，光明黑暗变成一样了。而且光明黑暗两个啊，暗是无明啊，明是无暗。黑暗来的时候没得光明哦，对不对？不错吧？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嘛，这个经验没有就很糟糕啊。他说啊，暗是无明，黑暗里头没有光明，明是无暗，光明里头当然没有黑暗。所以暗和明在界网啊，他是假定你认为我们能够看见的东西跟黑暗有关联，所以暗与这个明在界网，那光明来我们就看不见光明了，这个能见的就丢掉了，就没有了。地狱命啊，暗是当面，你假定必然认为说我那个能界的必须要靠光明，跟光明两个的合作是一个东西一体的，那么暗是当面，那么黑暗来的时候我们那个看见就看不见黑暗了，它就灭亡也没有了。你在任何界面界暗是不是这样啊？他说我们怎么样，光明来的时候看到光明，光明黑暗来的时候我们有开把黑暗，可见我们这个能界的东西跟光明黑暗跟这个虚空都不相干了。所以现在先讲到这一段啊，这个说明暗说借物生灭亦何成啊？如果你认为光明与黑暗是两种现象，说可是各有不同，光明是光明，黑暗是黑暗，这两个有差别，借物生灭，不能看见光明，能看见黑暗，
这个是不生不灭，可是那么好来，如果你这样认为，一影何生？那么可见我们能见的东光明黑暗不是一体的，这个理由就不成立了。可是见真于爱于命，积极的直立于命案于时空，风起界外，作何影响呢？问号。假设你认为我们能够看见东西这个精神作用，所持见真于暗于暗以及光明黑暗积极的，这个是一个是物理光明黑暗的物理作用，我们能够看见精神作用，两个这个不是一体的，可是那么你直立命案，我们人离开了光明与黑暗，以及离开了虚空风起界外，请你找找看那个精神作用精神在哪里呀、能够见的那个根本作何形象呢？他可以说，阿难先生，你指出来给我看看啊，离开了物理作用，那个精神作用在哪里呢？是个什么样子的？离命离暗，直立虚空，此界月同归鸟归毛处过。他说离，事实上我们这个人类的真念，离暗离开了黑暗，离命离开了光明，离暗离开了黑暗，直立虚空离开了物理虚空以外，此界也从归毛透彻。我们说看见这个精神作用，精神是个空洞的东西，是乌龟身上的毛，兔子头上的角一样，有这个幻想的名称，没有这个东西啊。当然乌龟身上的毛是也附在印度三千年以前讲了，因为他没有到过日本北海道，日本北海道的乌龟是毛的，没有长毛的啊，那个当时太远了啊。他是苏格兰就他乌龟生毛的很少，来，他是那么离开了这个物理作用以外，这个精神是渐远同归嘛。你们注意哦，你们打坐修道的人一样，你们打坐修道说，哎呀，我感觉到气脉动了，我又看到什么，你还活着的，是这个界缘呢、这个精神作用，我看到菩萨了，你看到活鬼了，你不管你看到什么，你是活着的。请问你死了以后，你睡着了以后，这一点作用到哪里去了？这个如果你没有找到，你说我睡到了，你这是归脑处脚，哪里有个道啊？再有明念多无实力，我说有空洞的乱理论乱概可以，什么都没有，这个重要，这个见到世界名称界生道理也在这里初步的分析啊。他明暗虚空三世居成何理解？光明是不光明，黑暗是黑暗，两个现象不一样。明暗虚空是虚空，就是三样东西。譬如我们这个房间的虚空，现在夜里把电灯都关了，这个充满了黑暗，这个房间。你到了白天，这个房间的虚空充满了光明。光明黑暗两种现象的交换，虚空还是虚空，虚空不给光明，不给光明合作，也没有给黑暗来个合作。所以说啊，明暗虚空三世居，这三样东西各有独立的性命。那光明是光明，黑暗是黑暗，虚空是虚空，从何立见？小安的你讲，这个中间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明生见生，能够看到东西的这个精神作用，它是在什么地方？你在虚空来讲，在光明来讲，
很早就从火里借，你从哪里借力这个借呢？明暗相背，和言和合同力。他说再正义不说，光明与黑暗两个是矛盾的，互相违背的。光明跟黑暗不是一样的，互相违背的。言和合同，你说是同体，这个统是从哪里建立啊？你说那么以科学家解释啊，就是光波的变化排列不同啊，我们红红蓝带水都是这个光波的排列不同，我们这个反应开始颜色就两样，形象就不同啊，也是一样啊，它中间是不同，所相用不同了啊，应和合同的理三元物应和合一呢？再正一步说，离开光明，离开黑暗，离开了虚空以后，本来是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么你说有个不同，这个不同是人类假设思想的领域、逻辑的领域，给他假设一个界限。你死掉了，没得思想，什么逻辑，什么逻都逻不上去了，啊，什么哲学、宗教都不是了。啊，他说这个言和合一，中间同一个语，都是人类世界的知识领域的空话。那分空分界，本无边判，言和非同。戒案戒命并非现在是言和之意呢，这佛的逻辑是很会辩论的啊，你们要说法师的赶快要说说，这就是因为你们不是哪一种因为量论要讲吗？因为量论你懂了，这个因为量论自己看懂了中英语，你看佛在这里上面讲同，世界上没有一个叫同的，看这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是与非，善与恶，正与美，丑与美，这是人类假有，在形而上道起来一道平等都没有，它哪里叫同，哪里叫异啊？真空分界本物偏袒，换句话说你翻过来分析虚空，你在分析我们的精神能界的很没有边际，那么人和非同，没有边际都是一样，一样所以都是同体，也可以建立是相同的一面，见暗见明甚至天感，光明来了我们能够看到光明，光明跑走了黑暗来了我们也能够看见黑暗，这个能界就是没有变成言和非异呢，怎么样可以，也怎么样不可以叫它有不同呢？当然有不同啊，我看光明就是这样亮，可黑暗就是看不见啊，那当然两样啊，不正即生为即生相，生地生观，非常自救，这个是修止观正思维禅宗就叫做禅啊，那么一般的教理就叫做正观观察，那么一切实地论说周遍寻思，周遍观察，修佛的知识智慧之修，修佛要注意啊，不是盲目的迷信，修佛的功夫不是盲目的迷信，那个菩萨领光啊，那个救女人灵啊，啊，那个人给我摸一摸画个符啊，病就好了，没有这回事啊，不要迷信，也不是功劳，周遍损失这个思想的事，对啊，周遍这个狮子不要出头啊，七月半你变成周遍成鬼了，周遍损失，周遍观察啊，周遍观察周遍，所以一切世界论
弥勒菩萨再三强调啊，任何法是正观。那么佛在楞严经也告诉你，哎，告诉阿难，他分析在这里，只跟细审，你要仔细审查、研究、观察，维系正相。自己啊，还要自己，自己想，你把思想先要搞通，来观想，圣地圣观，重复了好几句，圣的审查，自己的审查，自己的观察，明通太阳，暗随海月，光明，我们人类在天看到光明，因为太阳能照到，暗日黑夜，我们夜里看到没有光明，看到的黑暗，黑暗因为下半夜太阳到地球难以接触，啊，下半个月更黑，通透虚空，这个没有障碍，我们眼睛前面没有障碍，这个眼睛所看到的正在，这是物理虚空的作用，用归大地，我们低头一看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被你把挡住了，大地把我们挡住了，下方世界我们就看不通了，所以要闭塞了。那么就是明暗通色四种，同时看得通，色是障碍住了，彼此见证因后做出，你要自己去念咒啊。我们那个正常眼睛张开能够看，能够看的作用从哪里来？于是见证因何所处，从哪里来？所以你们修道像修铁眼通，铁眼通真的铁眼通，不是这个肉眼上来的。告诉你们真话，真正哎，我没有啊，不过我在理论上知道，哎，这个真正铁眼通。你先把心正念懂了，五眼二闭塞生意，这个六根肉眼这个眼根的作用先关闭了，它也在起得来。因为有时候，哎呦，我看到什么，哦，你是什么变的啊？我说你是鬼变的，鬼眼那个不是，那是眼发炎了，神经有毛病。真的 啊，不要你们一般成年不要乱搞了，现在的普遍都是中国常说啊，十九世纪威胁人类是肺病，二十世纪是癌症，二十一世纪是精神病的时代了，现在不得了了，你们不要搞错了，不要乱搞啊。所以说这个能界见证因后说出哪里来，见着空泛以后以后能够看见东西的作用，精神作用，能够知觉，能够感觉这个东西空的明反不灵，反空反两个字倒下来就是晚空，空晚晚就是无知的意思，所以有些人说打坐说我该不要晚空嘛，哎呀，我说你就晚空好了，都怕你晚空还晚不了啊，现在的人等你晚空了我再把你拉回来，就是你还晚不了，晚就是明晚不能无知，在建筑本身的空晚最后最后他也不是什么叫活活了，变界真，但是你要注意哦，这六个但是说了啊，不应见证无从自处，你也不应该认为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作用啊，是莫名其妙的，把脑子摘泡完了也找不出一个东西。不过现在生物学家在怀疑，前脑、前脑、后脑、中间是前脑一点点，认为人的智慧神通啊，就这个作用。还能念咒啊，还能念咒不知道，不过我告诉常常这些说科学的同学们讲，你们最后念咒完了还是落空，一点还不是煎熬，
不是这个东西，跟它有关联。所以说它总有个地方来源，你不能认为没有地方来的。那么若借问之，信愿纠结本不动摇，当知无别不动虚空，并非动摇地色火风真命六大，信真愿用，该知来上更无生灭。他不知道佛在挨到边上说出来了，你要晓得佛说归纳人的精神作用，借论解释四个字，在楞严经上啊，能够看见能够听的啊，都能够听，眼睛能够见，身体能够感觉的，头脑能够思想，借问解释四个字，那你写一写啊，不就你没有借问解释，是啊啊，借问解释啊，像书上只有借问这四个字，我写了三个字，借问解释啊，这个我借问之，借问解释，那这个不是给阿难是假定的问题哦，我是假设，你了解了借问解释的这个作用，信愿纠结它的自性的功能圆满无所不在，就要无所不在，不是光是在你的身体上，无所不在，本不动摇，本来没有动，是不动如来啊。当知他你应该了解，无边不动虚空，这个无量无边经过的宇宙，那不动的虚空包括了所有外星球等等这个空间，并且动摇，不，虚空是不动的，虚空里的东西能够变化能够动摇，是物质世界地水空火风这四大，并且动摇地水火风，动界石等等合起来啊，空啊，真命六大，这就叫六大，不是四大。信真也用该局来讲，精神无力的综合起来就是一个体，所以真正的佛法这个卫星，三代卫星是这个星，本无生灭，这个星是自己本身本来没有生死过，不要你去了，所以自己全有去了生死，你了不了的，因为自身上面本无生死，本无生灭。阿难佛说举信承认，不无举之借问所知本如来藏，没了，自己迷了，没有悟到，所以你变成散佛了，没有成佛。不欲知借问所知，你现在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到，能够感觉，能够思想的，这是个现象。我们能够看，能够感觉，能够思想，能够作用，能够走路，能够吵架，能够写文章，能够看，这些都是相的用啊，倒不是这个相的用有生灭的，那个能使你看，能使你想，能使你用的这个体知道啊，这个体呀、啊，本质来讲是一体，是自信，可惜你忘记了自己的本来，只当观此借问就知，为生为灭，为同为异，为低生灭，为低同异，看你应该好好观察，我们这个能看见能够听的
借问所知，这四样作用，那这眼睛能够看见，这耳朵能够听。其实我们在看一个东西很注意看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突然叫你一下，某人你怎么搞的？那个时候你什么都看不见，就到耳朵上来了。哎，这个后面这个人打你一拳的，这里有听不见了，马上过来，感觉又来了。哎，你要观察这个借问所知啊，为同为异，是一体还是不同体，还是生永远生生不已的，还是灭用过了就没有呢，还是非生非灭？世间不知如来藏中性界究命，究竟命界。注意啊，千万注意，诸位青年同学啊，上念地水和风空怎么讲呢？如来藏中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无理是根。现在呢，如来藏中性界决命，决真命界。我们自性里头能够看见，能够思想，能够感觉这个作用，这悟道自性本来就清醒，没有迷过，性界决命，就真命界。因为我要有自觉性高，正觉性高，智慧高的人，道理就懂得多，修问成就就大，本事也大，悟道的功能也大啊。但是他的体呢，清净本来纠结发展无所不在呀。可现在很可怜，因自从我们有了这个肉体的身体以后啊，这个东西就陷在这个肉体里头。那么中国的道家就比方了，陷在五行山里头了。那么我们有一部名小说写这个东西的，孙悟空就是这个心。那孙悟空就给这释迦牟尼佛这个手这么一弄，孙悟空就伸出一个头，就陷在这个五行山里头，跳不出来啊。山顶上佛祖贴了一个条子，这个条子你们都会写的，嗡嘛呢叭咪吽，就把它封住了啊。所以孙悟空在那里永远跳不出来，跳不出五行山啊。后来到了唐僧来求经了，孙悟空想救他，他跳不出来，他和尚你到山顶上把那个观音那个老太婆的拿一个条子拿掉啊，那个佛的那条那个老和尚的那个嗡嘛呢叭咪吽顶上给我一拿开，我就跳出来。这个顶上很难拿开哦。啊，这个婴儿生下来这个地方蹦不蹦还在跳，还没有封好的，他不会讲话的，等他一封好了就开始说话，就是不知道前面的事都不知道啊，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就在这个身体里面，但是你是正在我们身体里面，不然清净本来就可以发在是众生心应所资料，即见根见周发根啊。譬如在我们这个身体上的作用，眼睛作用它就看见了，听受长处多处所知。它就在我们这个生命上，眼睛是看见，见周发见，看见的作用，经过的宇宙我们一眼都会看得到。而在耳朵里是听的作用，在鼻子的嗅，闻这个味道，那听嗅，在舌头嘴巴尝尝味道，触身体的感受，感受就晓得舒服不舒服。下面四个字不同哦，注意啊，这个中文再念一道啊，
只一见根，见根就是我们眼睛见就发展，这个眼睛抬起来一看，经过一久都看完了。那么下面耳朵啊，作用四个字讲完了，听、嗅、察、触是身体啊，就眼、耳、鼻、舌、身都讲了。下面四个字不懂啊，就嗅就是有了身体的感觉反应回来，到了心里头有思想，这个觉知是知觉的觉了，所以就是这几个中国字翻来翻过来翻过去，所以大家看佛经就越看越不能懂了，因为它是借用一个字翻过来。下面第二个初觉觉知，初觉是感觉生理上，觉知是思想上精神，因为有生理的反应引发了脑子里的思想的作用，初觉是觉知妙的永然呢、哦、和帮我们反复这个人思想中感觉作用形容的了不得了，好得很，这个也是很好的东西。那个聪明人那么聪明啊，啊，又见我们现在讲今天呢，哦，讲有那个朋友在家里偷了，哎呀，我说嘛，真是现在人越来越聪明，我说偷得好，偷得非常高明，哎，他们也说真高明啊，所以我们出门家里多少要放一百两百块钱放桌子上，这嘴不空过让他带一点走啊，免得东西弄错了麻烦，嗯。应该是的，都很高明啊，所以不管我们这个人类这个感觉就是运得好啊，妙得永然，尤其是你修行真正努力的修行啊，它自己本身的功能就那么好啊，妙得永然，永然是形容词，像一块白玉一样发亮明定，片周发展啊，圆满十方，此时无所不在，宁有方处，他也没有定位，也是从眼发现。所以禅宗祖师啊，有些人说修密宗好啊，修禅好啊，还是修净土好，我还是修道家好，还是修超度净土吗？还是修有感一切处好？对不起，你不要问我了。总念发现是骨归自然，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去，这是古人的念力，总念发现那都是你自己的造的什么念，得的什么因，世间无自然，何为因缘的自然性，该是此心分别记住，还有念所都不念。好了，现在把我们这个现有的思想感觉的状态一开否定了，是性空的，是性空缘起，那么唯识就来说一切都是依他起，那我们这个现在的知觉感觉都是依他而起，哎，依他起啊，说定了很糟糕啊，就是也维持叫做依他起啊，不是依他而起的，那、这个借助作用都是所引起的。好，下面再进一步讨论实性啊，这一段而呢实性无缘，这个实性讲第六意识这个实啊，唯识这个实啊，实性无缘，因于六种根尘妄求。你们学过唯识，上面讲借问就知第六意识的作用啊，第六意识一大起，是正分，是无自性。现在讲实性第七识了，一根了，
他是事无缘，这个意识的根源，你说他从哪里来？没有根源，因为六种根尘妄愁，因外在依他而引发了意识思想的作用，只见片观此会正中，用目神力，即目修思，转入正中，无别分歧。举世中次第标志，次次问属是出楼楼出摩揭裂，此须菩提，此舍利弗，此是了之，未生一界，未生一相，未生虚空，为物所应，突然而出。第一段，他们首先告诉阿难，我们这个意识状态起的作用，实证是没有一根源来的。五根缘起性空，因为有眼耳鼻舌，我们有生理的作用，有外在的诱惑，诱惑引诱染物而起，根尘是妄想之见。他叫阿难，而我们做一个实验，实际的观察，你现在坐在讲堂里头，片观仔细看大家，此会正中，还在我们一起在这个法会上，大家啊，用目寻觅，看你拿眼睛一路看过来，寻觅照这个一行一行次序，一路一路看过来，即目就是你用眼睛看遍了，它是正中物别分析，我们这个眼睛就是正中一样，就照见每一个面孔照过来了，就那我们这样看一圈，这个眼睛就是正中一样照了一圈，这个头歪过这一边了，这一边就没有了，歪过这一面来，这一边就没有了，这个正中不看就没有了，但是正中物别分析，你不要加特别的作用。他说但是当我们的眼睛那么看大家这一转的时候，哎呦，就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都看到了，举时我们的意识跟到眼睛看到作用，在这个中间次第标志一个一个来，是的啊，这个是谁，这是谁，他那这个第一位是文殊啊，菩萨，第二位是我的师弟富楼罗啊，这个是师兄摩揭裂，这个是老师兄须菩提，这个是大师兄舍利弗，这佛当场给他了这样带领表演一圈，此时了之未生一界。他你看，我们说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个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哎，我们这个意识在这个中间了之，是真正明了，心里头明白了，了之就是这个了，明白了，知道了，未生一界，未生一相，他你心里头知道，哦，这是老张，这是老李，这个了之的意识作用啊，还是眼睛看见说法，脑神经起来，还是人家的面孔上变感过来呢？外生虚空，还是虚空来出来的？外物所用，或者你也可以说，这是莫来莫道理的，莫名其妙就有这个作用，没有来因的。他提了去假设这个问题，还是你说？这个是没有来用的，突然而出。那么这是从自己提的假设上的考卷，自己做答案。还有阿难，昨日十圣生见中，如明暗居色空暗，世中居无暗，缘物居界，界性常物从后。哇塞啊。
假的。那你认为我们意识思想这个观念是从身见中，因为眼睛对到外面的境界，就像看见了引发我们意识的思想才那么好了。如果是你认为这样，那我告诉你啊，如果现象界现象世界里头没有光明，也没有黑暗，也没有现象，也没有物理的虚空，所以虚空明暗这四种光明黑暗色相这各种形象啊，乃至没有虚空四种比武，这四种现象假设了都没有，在你的前面有与见呢，那你的所谓看见这个观念本来没有起作用，也没有本来的看见的作用，见性之后从何发起？那么前面如果没有光明，没有黑暗，没有色相，那也没有一切东西，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那么你那个能看见的作用还没有，就没有会生出意识来。这个话怎么说法？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吧，当我们不起眼睛睡眠的，什么都不看，你说因为看到眼不见心不烦嘛，对不对啊？那么你眼睛闭起来嘛，你烦不烦呢？曾经为什么还要烦？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可是那个意识思想还是在里头想，这个怎么来？所以说身生相中不从见身，既不见明也不见暗，明暗不说，虚无虽空，彼相从佛，是从佛法。他说你认为意识状态因为外界现象而引出来啊，是外界引发的，像唯物学家讲心理学的是无理的机械性的刻板的癌症的作用，那都是唯物的影响。那么他只好没有光明，没有黑暗，明暗都看不见，也没有外界的现象，思想也没有虚空，那么可见无理是该无知都没有，那么这个人就完全没有思想吗？不会有，人的意识思想还在想吗？那么这个思想是从何发？这个意识从哪里来？他是问问题啊，自问自答，他晓得阿难也问不出来，答不出来。他说生与空，非相非界，非界无边，自不能知，明暗是空，非相别远，借问就是无处安立，处此而非空在同物，有非同物，众日众法俱是如何分别？这一段就更难懂了。他说假设说这个我们意识思想空中来的，从空之来来的，生于空，那么既然是个空，可就是无相，非相，没有相，非界也不是一个看得见的作用，非相非界，非界就无变，看不见的东西没有办法辨别啊，是长的、短的、方的、扁的，因为你看不见，你乱说，没有办法分辨，非界就无变，是不能知啊。既然没有相，看不见，没有办法辨别，
当然是无知了啊，这些是不能知啊，明暗虽空，心相灭月，借问就知，无需安立啊。那么假设说看不见，没有办法辨别，自然不知道那个是光明，那个是黑暗，那个是万象，那个是空虚空。你说假设是无相的，既然是无相啊，就没人，根本就没有。那么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能够感觉，能够思想的，无处安立，没有就是没有，哪里立的，从哪里来？等于我们说一束缚打造出来要空的，结果我要跟你来强辩，那你何必教我呢？我教你空啊，空何必要你教啊？空就是没有嘛。可是没有一个人啊问过我这个话，讲一句空，他就被空一个名词就把他骗住了，他拼命拿来造一个空，不过他那个空造出来就是那么大，现在空了空了空，就是那么大啊，他不要的空要多大啊，空就是空，空是无量无边的，不是只有你那么一个小心眼那么一点的大啊，同样一个道理，是空无就此而非，非相非月，两样都离开了，镜面反面，空的动物，空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有非一动物，是不是有，有也不像泥巴，又不像黄金，又不像茶，又不像水，不动东西一样，众法只是用火分辨，那么这个意思究竟从哪里来呢？空就是没有，有你找找看，这个意识思想啊，找不出来一个形象，它从哪里来？所无所应啊，突然是出，佛不日中，别是明月。假是世界上的，不管是物理的也好，精神的也好，无因会生出来东西，所无所应，突然而出。突然会生出的东西很难好，他给阿难讲，你能不能在太阳打地下同时再看一个月亮啊？这不可能，何不日中，太阳当顶中午的时候别时明月，透过这个太阳看这个月亮，当然肉眼做不到，或者你其实做得到的啊，肉眼做不到，只根细想，唯喜强行，见破之中，向推前进。所以他叫阿难，你要自己参一参，只根详行，唯喜好好仔细的参奏，见破之中，我们人就是能够看见东西，假托靠有就是眼睛。意思啊，真正悟了到明白了，没有眼睛瞎了看不见就看不见，照样的会有作用。其实我常常给大家讲一个经验，有些同学也看到我这样玩过的，有时候黑夜关了灯了，那同学来讲告诉我什么事，我说拿张纸来，我要记一下。老师快等了，是不是要拜拜了？拿纸了呢，不写了，现在也差不多，虽然没有白天那么写的好，差不多就是。那么有个同学就问了，哎，老师怎么有这个本事啊？你看到亮的，我说黑的啊，我怎么会写？我说我愚痴的，这个眼睛啊，对我功劳太大了，几十年帮忙我看书看得太多了，他该退休了，现在没有退休这个老朋友，我要爱护他，我万一瞎了以后，我不写字了，我不走路了。所以啊，先练习下来以后拿到纸也能够写啊。我说你看我写的对不对，没有灯光也没有什么写的，他没有错。我说有没有两笔二字横在一起啊？没有。我说是啊，
你是自己心中有见证嘛。现在我们人类的习惯靠这个验证，所以佛这个字用得非常好，解脱之身。我们人类习惯了这个看见，靠你这个验证寄托它，相推前证，外面这种现象坐在你眼睛的前面，可装成有，可以画得出来，可以照相照得出来的，可以用光影把它反映的，可以描写的，就是有，不像成无，构不成抽象的，抽象就是没有。即使实验因何所出，才可以你那个能够思想意识的状态，这个正作用从哪里来，你就要参了。你们同学里头是观心法门，这个就是观心。真正观心啊，不是光观前念，前念走了从哪里，后念没有来怎么样，三句都空，那就是很观的，你横着的玩了。这个全面的观察，这个就是观心了。他在说啊，师从因何所出，师从见见成非何非何，问听所知也报于是。他说佛说告诉我们，我们的意识能够想，能够在肚子里哭，心里头哭，心里头笑，心里头会讲话，能够思想这个意识作用，思动，意识一动，我问大家诸位啊，你心里头在想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每个人自己想着自己知道吧，对不对？都知道。思一动，自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就见成，自己看得清清楚楚。思动见成，你看不光用四个字，任何一个人起身动念，心里这么动，自己一定知道。男方酒喝醉了，你酒喝啊，我酒喝醉了要打你啊，假的，他就能晓得自己酒喝醉了。那个思动见成，一思动自己一定成熟。那这个东西能够知道自己意识动的那个东西，最后最后苍然而独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不是因缘和合的，问清就是也罢，这个同样的道理，耳朵上面能够听声音的啊，感觉状态，我们的感觉知觉，也那就是也是一样。你说我这两天身上长痱子发痒，哎呦好痒啊！你知道自己晓得自己痒的，那个他不痒的，那个是健全。这痒的有一个不痒的，痛的有一个是不痛的。哎呦哎呦，好痛哦！真的痛啊！痛哦，痛到什么程度啊？又痛得好痛好痛啊！那个知道好痛好痛，那个没有在痛。关心要关到这里来，就差不多了，就会得止了。所以思动见成啊，最后就问清楚是也罢，也是一样，不应思越无从指出。那么反过来说，这个意识作用从哪里来呢？你不能够说它无，绝对没有来根的。佛此时分本无所从，当时了别借问，就是圆满展开性非所从啊。注意这八个字啊，佛此在此心，可因此你反观自身，观心对对这个意思。本无所从，无所从来也无所去，他无根的嘛，他浮在真观中来明明白白告诉你嘛，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是名如来。
你仔细观察清楚。许愿不知啊，可惜你不知道，如来藏中这个不懂了。信是令，自觉命，真实。这个自信起的作用，后天的意识。后来王阳明有禅，就到儒家，就把它叫做良知良能，就这个东西，信是令智。啊，王阳明是讲良知良能，就是一半，靠了一半，下面他不懂了。说明真实，王阳明没有到。他说就是你反复正改，能够感觉，能够知觉的，这个就升起意识等等作用，妙就乍然，片就发展。你悟了，自信悟到，观察到这里，这个妙不可思议，本就自信，本来就清净，不要你去求清净，就变化开了，含故含处十方，应有方所。这个心包含了，注意两个字，含，嘴巴含一颗糖一样，吐，要吐出来就吐了一个梅子的盒子一样，经过的虚空是感觉在你这里，含吐所需，应有方所，诵念发现，可一切众生自己把心量搞小了，你业力不同，世间无知，何为因缘及自然性，该是死心分别嫉妒，再有眼所都是你。那么今天就讲到七大的自性空，关于这个四大无字的性水真空，性空真水，从后面的性实命之作命真实这几个不同的转折，希望各位留意，我们下次礼拜一再讨论。